掌声欢迎鞠秋贤。好，也请鞠秋贤跟我们现场这么多朋友来打招呼。哦，네안녕하세요김수현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金秀贤啊。예아이렇게예국정에서인사드리게돼서너무너무반갑습니다再一次站在北京跟大家打招呼，我觉得特别的开心。那边看不到哎。对，那边看不到，不如这样好不好？我们坐下来好不好？对，我们坐下来。360度的舞台可以让我们所有的朋友看到他，来，请坐。好的，刚才说到再一次来到北京很开心，不知道是第几次来北京了。啊，예이번에이제북경에두번째로와보게됐는데요아근데북경에는항상예올때마다예많은분들이너무반갑게맞이해주셔서예참기분이좋습니다北京的话是第二次，那我每次来北京，北京的朋友们都特别的热情的欢迎我，所以让我心情特别的好。来，再让他感受一下我们的热情。据我所知啊，之前金秀贤还开过一个粉丝会，对吧？然后在这里呢办了一个粉丝见面会，很多粉丝都想知道下一次再办是什么时候。哦，예그네아직은예작품이끝나고나서이렇게바로팬미팅을진행하던터라예이다음에는사실은이제작품으로다시인사를드려야할것같아요是上一部作品结束之后呢，我就很匆忙的去到处去跟我的粉丝朋友们打招呼。那下一次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以新的作品先跟大家打招呼先。哎，这个很好。其实我们大家不只是期待见到金秀贤本人，更期待的是他非常精彩的作品。那么我们也希望下一次，其实这个粉丝见面会的时候，因为每一次他都希望带最好的东西给粉丝，那其实下次也可以送上自己代言的三星的产品。有没有这个想法？哦，作为礼物送给粉丝。예뭐할수있다면예저는개인적으로는예갤럭시 S5 를예추천해드리고싶네요当然如果可以送的话我自己想推荐 Galaxy S5 啊那这么喜欢 Galaxy S5 的话你最喜欢它里面的哪个功能아예저는이제개인적으로 Galaxy S5 를사용하면서저는그안에있는특히요즘에예지금다들찍고계신예사진카메라기능있잖아요예그갤럭시 5S 에서아갤럭시 S5 에서예굉장히많은모드들이추가가돼서예굉장히재미있게사용하고있습니다아其实我在用 Galaxy S5 的时候呢，就像现在现场你看这么多拿着手机拍照的朋友们一样，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拍照的功能，因为它里面加载了很多新的模式，所以拍出来会有很好玩的效果。没错，哎，那我们今天也这个主办方也跟金先生商量了一下，从他手机里扒了几张照片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哦，我们可以看到金秀贤手机里的照片。好，我们看看大屏幕，看看有些什么样的照片啊。金秀贤你好，我是你的粉丝，看了你来自星星的你，非常喜欢你。通过看你的电视剧发现那个电视剧里面有韩国有很多漂亮的景色，然后我也想去韩国一趟，然后有没有推荐给我就是去的景点什么的呀？金秀贤手机里还有路人的采访。没有，这是我们主办方特意呢去街头采访金秀贤的粉丝，然后呢粉丝们给大家提的问题，其实给金秀贤提的问题。去韩国旅游的话，去韩国旅游你要推荐什么好地方？예이제는예꽤많이들알고계실것같은데요예한국의예남산타워라는곳에가서예뭐연인끼리갈수있다면더좋을것같습니다뭐연인들이기념할만한장소가많은것같아요
我觉得应该有蛮多的人知道那个地方，韩国有一处叫南山塔。我觉得如果是一对情侣如果过去那边的话，应该两个情侣应该能有很好的回忆在那边。好，那我们看第二个问题，我们的街头采访有些什么问题想问我们金秀贤。 Hello 金秀贤你好，我是来自北京的学生，我叫杨倩倩。我想问一下你在现实生活中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好大的问题啊。글쎄요행복하다글쎄요저는예지금이시기가예요즘많이행복하다고생각하고있습니다정말예좋은작품하나덕분에이렇게비록제가뭐중국어도뭐잘하는것도아니지만이렇게인사드릴수있고또많은분들이관심과사랑을주시는게예너무좋습니다我觉得现在就是最近这个时期我觉得是最幸福的，因为可能托了一个好作品的福，那我的中文也不是很好，但是能够坐在这里可以受到大家的爱，然后可以跟大家见面，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蛮幸福的一件事情。要不然我们让金秀贤更幸福一点好不好？我们掌声送给他好不好？好的，其实呢我觉得作为粉丝啊，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演员说能够在这里见到大家是让自己感到很幸福的事情，心里也是很温暖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互动的环节，我们其实也是在我们今天的活动之前在线上举办了一个活动，我跟秀贤一起到舞台中间来互动区域来。其实呢，我们在这之前呢，在三星的官网上举办了一个叫做心动翻唱的线上活动，那这个活动呢由网友们选出了前三名，而今天我们把这三位也请到了我们钻石球场的现场，要请他们呢向我们的都教授呢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同时呢我们要看看到底是谁最受网友的欢迎。我们有请这三位朋友，欢迎你们来，请上台来。好，三位女生欢迎你们来，请站到这边，站这边。好，每个人先自我介绍一下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大家好，我叫陈俊卫。陈俊卫，你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叫张迪。好，欢迎张迪，你叫什么名字？大家好，我叫孟金。好，孟金你好。 OK， 那接下来呢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要勇气才可以做的事情，因为当着这么多人，因为之前在网上参加这个活动是因为喜欢那个剧，喜欢金秀贤，但现在他本人就在面前，而且有这么多跟你们一样喜欢他，同时也很想站在这儿的女生，当然你们也是大家票选出来的哈，每个人要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要对金秀贤说出来好不好？拿着我的麦克风可以吗？不要紧张 好不好？来，俊卫来。那我们就先请陈俊卫来，站到我黄点的，哎，对，近一点，哎。金秀贤先生您好，我叫陈俊卫，我来自江苏南京。我非常喜欢《来自星星的你》这一部剧。实话说，我已经过了那个追星的年龄，然后但是您在这个电视剧中精彩的演出。让我感觉到我又重拾了当年我追求爱情的那一份少女的心，然后就是包括我的老公还有我两岁的女儿都在一起看这部剧，我们非常喜欢您，希望您以后能多来中国做活动，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谢谢。谢谢。我问一个问题哈，你来这里你老公知道吗？啊，知道的，他正在看那个网络直播。哦，有老公支持就好。这个很感动啊，谢谢。谢谢。全家一起支持我们的剧哈。那接下来第二位了。来，有请张迪。紧张吗？特别紧张。你看到刚才俊卫的这番心里话，你觉得他讲的怎么样？觉得他讲的特别好。那你也要拿出你自己的真诚来，好不好？好吗？因为没关系，你今天裙子比他闪。
好，加油啊！思曼你好，我想说，你是巨人里的李成木，然后也是 Dream High 里面的宋森栋，然后更是心迷里的都敏俊。但是走出角色，你就是你，是阳光而温暖的金秀贤，然后我想说，很多人说你是天才演员，但是在天才两个字的背后，我们都看到了你的努力和汗水，所以你的十年之约我们会一直陪你走下去，然后非常非常非常谢谢你带给我们所有的正能量，我们爱你 fighting。 不错不错，对，谢谢。哎呀，而且张迪在说这番话的时候眼眶含泪啊。是吗？真情表白啊。而且莫名其妙舞台上不知道哪飞出一些蒲公英还是灰啊，这是柳絮、哦、春天的象征啊。他的优胜之处在于他对于金秀贤所有作品的了解。对，好，那接下来第三位了。其实最后一个讲是有压力的，因为他们讲了很多可能都本来都是你的心里话，那你有什么别的方式吗？那我就用抒情一点的方式。好的，好，交给你啊。加油凤金，欧巴你好，非常感谢呢今天可以来到这里，然后能够见到你非常的高兴。有人说呢，人生就像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在旅行中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人，然后再次擦肩而过。可能明天你不会记得我是谁，但是我今天依然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相遇。在我这样一个很年轻甚至是不知所措的一个年纪，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对你的喜爱，所以我只能说 I like you， 我很喜欢你。It's a lovely secret in my heart， 这是在我心中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秘密。谢谢。谢谢。哇，你们真的很棒，因为如果真的要在这么多面前向自己喜欢的一位演员表达心中的这种喜爱是不容易的，但我觉得他也不容易啊，因为就是那种真挚的那种是其实比较适合小范围的那种感觉，这么多人其实我看到他眼睛里也全是感动。所以有没有总结一下听完单位的感觉？啊，예그예말씀해주신것처럼아예물론사람은잊을수있지만예마음만은잊지않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是的，刚才像某位那个说过的话一样，人有可能会记不得，但是那份心会永远记得的。哇，真的很棒。那这三位呢其实都很特别啊。对，一位呢就是全家一起来支持，而且呢觉得自己重新找回了最年轻的时候的那种勇敢和冲动。还有一位呢是非常了解他所有的作品啊，他所有的经历。另外第三位呢是用最美好的最诗意的语言来表达这个人生当中很美好的一次相遇。那么到底在网络上面大家投票率最高的最让人心动的这些真情表白到底是谁呢？我们看一下第一名。第一名就是全家一起来支持金秀贤的陈俊伟，恭喜、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的另外两位也不要有遗憾，因为今天同样有礼物要送给你们。我们先给第一名来送礼物，第一名来送礼物，来请站到这边来。我们首先呢要请金秀贤先生呢要送上我们的三星消费来，同时呢麻烦我们有一个合 影好不好，一起合影。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两位也有礼物啊，首先来我们第二位来了，张迪，那我们送上的是来自星星里的原声大碟，原声大碟，而且呢秀贤要帮我好，这个里面呢是有亲笔签名的，来自星星里的原声碟，来，
一个做事很严谨的人，一定要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哈。好，我们合影的时间。幸福的人，好，谢谢你，谢谢。好，下面我们第三位孟金来，请到，同样也送上我们的，要不要也打开 check 一下？好了，礼物，他说算了，抓紧时间来合影的时间，谢谢三位。好可爱的合影啊！上手了还行，谢谢三位，请继续支持我们的。谢谢三位，谢谢，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接着去访谈区跟金秀贤好好聊一下。哎，谢谢三位的参与，小心台阶啊，小心台阶。好。